将带来这一首呢，叫做林俊杰的新歌，叫做《不为谁而作的歌》。哦，对，原谅我是一首。好，其实这一首呢，这首还蛮怕破音的，因为这首歌还蛮难唱的。然后，如果等一下破音的话，麻烦大家多多包容，因为今天的声音嘛，吹弹可破啊，30%会破音，所以这30%应该有29%在里面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首《不为谁而作》的歌，谢谢。谢谢这首《不为谁而作的歌》。